今日2022年3月20日星期日早上8:30，特使丁玲生活學習分享。丁玲話咧，我都好感恩啊！佢現在有少少對學習有少少感情，少少感情慢慢培養，天天培養。最主要明白一樣嘢係乜嘢咧？實踐學習工作是生活，身體家居處理妥是人生。TDGS24LST ABCD， 任何時空做好一切，緩急先後。這個錄影片段呢，是將會寧哥呢就做成一個 video， 做一個 YouTube， 將裡面的內容做一個 work， 然後印出來，將個 work 印出來，然後 label 了這個 work， 就放下去 L1 的 attachment， 就是叫做丁玲生活總綱。丁玲生活總綱全部的東西呢可以全部交互通的，手機、電腦、 USB、 雲端、電郵、 YouTube 全部都是相通的，備忘錄一定要寫好清楚，給自己參考學習。大致上呢，這個 video 的整理啊、修改啊，都交給丁玲老闆做的。丁老闆學師課這個 video 啊、 YouTube 啊，都希望他在兩三天做就好啦。下一次就是星期四嚟特使嗰度就可以交出嚟啦，啊，唱歌啊、學習啊、分享啊、YouTube 啊、video 啊 ，OK， 係咁多，再見。